好嘅，知道啦，唔该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，我是大兵。这一期呢，大兵继续来到了欧庄地铁站西出口这边。从欧庄站西出口出来之后呢，跟着我的指示走，在不远处呢，大概100米左右，就有一家出品非常地道的宝藏牛杂店。欧庄地铁站和广东工大公交站就在旁边。地铁站出来之后，跟着导航走呢，其实也挺容易找的。直线距离的话，大概也就100米左右吧。只需要拐两个弯，然后穿过重庆职工食堂就可以到了。这家牛杂店呢，就藏在阶梯下面的巷子里。确认过眼神，就是这老头。上次来扑空，这一次呢，终于能吃上了。特意挑了时间过来，所以人不多。我还以为见到的是无名车载牛杂的阿叔，因为他们两个真的挺像的。我老要吃牛杂，你干了？你哋又食牛杂啊？咁啊唔得噶嘛，啊，即系嚟讲啊，有你有时啲嘢重男轻女又唔得噶喎。你讲噶，你想唔想食嚟讲咧？要食几多个饼？啊，呢家嘅社会唔同以前啊。阿叔唔真会了，真是个可爱幽默的老头。老细啲牛杂系点卖噶？有20、25、30、40都有。嗱，呢个20嘅。哦，即系每样整啲咁系嘛？肯定噶啦，样样有。啊，除一个盘子唔喐就冇。阿叔，你要把我整笑不活了。琴晚嚟冇得食啊！我唔知道你周日系休息嘅，琴日走过嚟冇得食。系啊。周日，周日周六我哋仲开档啊！周一到周六系咪啊？啊！佢呢份系几钱噶？20。咁大份啊？600。大份。我觉得好多咯，好抵食啊咁又。哎呀，呢啲街头巷尾唔抵食都唔使谂啦。系嘅，系嘅。啊！又仲要好食啲喎。系好好食添。你哋呢度做咗几耐啊？啊！你哋呢度已经做咗几耐？做咗几耐？啊，数手指啊，脚趾啊，再数。嗯，唔够数系嘛？阿叔，你真的是幽默。我见点评上面，你哋收录都已经有十几年啦，应该都有20-30年啦，应该都有至少系嘛？我同呢度只第一名啦。系啊。起码新鲜干净，早上先劏个牛，洗得干净，啊呢个绝对系放心嘅。呢个系最紧要噶啦，一定要新鲜。早上先劏个牛新唔新鲜咧？得可咁就。佢呢份几钱啊？20噶啦。帮我照样剪一份啦。个份量真系好足喎！我喺北京路嗰边食嗰啲，哎呀，嗰啲又冇得，味道，唉，真系我哋叫啊，嗰啲嚟讲啊，呢度系牛杂嚟噶。阿叔，你老婆知道你那么高调吗？呢度系咪平时有好多广工啲学生仔过嚟帮衬啊？工噶，唉，即系反正啊，我嗰啲熟客嘅多，唉，反正啊，食咗十几廿年都系走，追都追翻嚟呢度嘅。阿靓女打包三份啊，四份。站在旁边闻着太香了，我都流口水了。这靓女打包好多份牛杂，
阿叔光速钱给我。阿叔个牛肺你可以俾少啲我，我唔系好食牛肺嘅。嗰啲牛磅嚟喎。我知啊，我知啊，我就系话牛肺啊，俾我都系嘥嘅啫，我唔系好食。唔好，唔多谢。牛磅可以啊。唔系好啱个口味，其他嗰啲都冇所谓。阿叔剪咗牛杂俾我，又行去嗰边玩啦。个用餐环境咧就系咁样嘅，喺啲帐篷下面搭咗啲台位。酱料啊，有辣椒酱、番茄酱、番茄辣椒酱，同埋呢个唔知咩酱。我呢份20蚊啊，几大兜。朋友们看一下，这个是牛筋，标配的面筋，牛脆骨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，带有长柔的牛肠，这一块呢也是牛筋，还有其他等等，各种食材呢炖火候十足，而且处理得很干净。广式牛杂跟化州牛杂那些是不一样的，它是用了比较多的药材和调料的，所以在味道方面会比较浓郁。分量真的很多，闻起来很香，甚至连汤都是可以喝的。牛杂吃起来口感软糯，火候十足，各种食材沾上调料之后呢，味道真的超级的棒啊！牛筋和牛肠这些永远都是我的最爱啊，食材真的足够的新鲜，看牛杂的颜色就知道已经炖得很入味了，沾上标配的蒜蓉辣椒酱，吃起来过瘾又解腻啊！面筋永远都是萝卜牛杂的标配，吃饱汤汁之后味道超级的棒啊，面筋真的是百搭，跟牛杂真的是绝配。这个阿叔高调呢是有底气的，他的牛杂不仅食材新鲜，火候十足啊，而且特别的入味，做了几十年的老字号真的名不虚传啊，萝卜够清甜，而且入口直化了。大叔正在削萝卜呢，穿着格仔短裤和背心的大叔呢看起来还挺潇洒的，欧装牛杂三巨头，既有脾气暴躁的大叔，又有可爱可亲的阿姨，还有风趣幽默的大叔。强烈推荐给朋友们的一家牛杂店。我是大兵，视频分享到这里，下期见，拜。